齐队长，让我跟洪队长去吧。就这么办了，走。 咱们的鬼子都被消灭了，咱们也赶紧走吧。 目前特战队的侦察任务算是顺利完成，有多少把握？我仔细侦查过，目前附近还没有重兵把守，风险不是没有，但这样的风险对于你和我来讲不是第一次。好，那就这么办。 干了也算没白来，我老婆上门报仇了。你仔细看他身边那个人。将军大人，现在黑了可以多诺路头设计完了しました。
防衛施設も急いで建造しております。ミュンシャン橋と他の橋の安全保護に関しても問題ありません。陈大官，这将军鬼子在德昂部队的将军只有一个，你是说我是又是师团长申锦和夫？应该是他，申锦秀的爹。来得好，这回他可是往枪口上撞了。看到车队的时候就觉得有大人物要来，没想到真让我给等到了。这一枪跟申锦秀、申锦老张一起算了。必须万无一失啊，机会只有一次。鬼子好像有警觉了。総攻撃は間もなく始まる。決して油断するな。あれに奥一匹通すな。渡辺、もうこの岸辺は早急投入になりやすい。今すぐ捜査を手配してください。はい、ついてこい。はい。じゃあ、じゃあ、这么好的机会，太可惜。我说你们两个想什么呢？啊，这要是鬼子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物让你们俩给杀了，这简直是天方夜谭。这我觉得咱们应该考虑一下回去的事儿啊。等了这么久，等到这条大鱼，不能放了。没事儿，只要他一天没回去，咱们就还有机会。我不同意。哎，你凭什么不同意啊？凭什么？就凭我和刘专员都是重庆派来战场督导的。好啊，那我就陪你聊聊。